重讲一遍来。阿君的炒米粉，然后这个是琼心的寿花寿司，琼心的花寿司，这是老师的豆皮寿皮寿司，豆皮，这个是那个玉丸的沙拉，沙拉，这个是那个月历的沙拉，沙拉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南藤的，南藤的，哇，好大盘哦，活虾。这个是乌梅的梅英的卤味，这个牛肉牛肚还有卤菜，卤菜，这个父亲做的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，哦，好厉害，这是父亲做的凉拌洋葱小炒，这是乌梅做的凉拌苦瓜，乌梅做的秋葵，然后这个是玉凤的那个茶鸡，对，茶鸡，这个是秀玲的辣蛋，辣蛋，啊，这个是老师做的麻油松板猴头菇，猴头菇，哎，这个是宜林做的糖醋排骨，这个是美华做的蜜汁鲷鱼，翠莲做的炒鱿鱼。这个是乌梅做的炒青菜绞白笋两样，然后这个他拍了这么多，这是那个班长那个宜君做的罗宋汤，然后这个是乌梅煮的莲藕鸡爪汤，好丰富哦，对，好棒哦，然后这个是都流出来了，这个是凤青提供的水果，这个是玉梅提供的带来的甜点巧克力卷。巧克力棒，还有这个是美华提供的，给他得吉茶，吉茶，对，然后这个是老师带的红酒，这个是父亲买的饮料，这是翠莲做的茶豆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卵？蕙卵做的莲子汤，这是美元。生日快乐！哎，好，送餐开饭喽！开饭喽！好，很热闹的一个晚餐。好，谢。各家的巧思，你看我们的菜多丰富啊！我十三点好了，就老了的一种。好的，你先拿着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看，我给你接着喝，哦，够澎湃。